换个姿势好不好？来，换个姿势，换个动作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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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各自单拍。你这样稍微等一下。在台湾办音乐会，你吗？很期待，很紧张。然后多讲一点，好，第一次在台湾办音乐会，完全没有想过。然后就是觉得一切来得有一点快。然后这次因为乐手也是。很多乐手是特别从马来西亚带来的，然后当然也有台湾的乐手，然后他们都非常资深，所以觉得他们帮了我很多忙。这是乐手阵仗也很大，还有弦乐的。对啊，对啊，然后嘉宾的阵仗也很大。要讲一下跟那个黄明志的合作。其实平时见面都没有在讲唱歌的东西，所以第一次在台上这样正式，还真的是第一次。距离我们上一次一起合唱已经是。六七年前，那时候唱那个让我们一起做咖喱呢，对，就是那时候还是他的小师妹，然后现在穿了一个高跟鞋，感觉就比他高了一点。你要不要讲一下他饶舌唱的怎么样？我觉得因为那时候要跟他合作，就写歌给他，然后我就觉得其实他本来就会 rap， 只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就觉得他只会唱。那我就觉得，不如写首 rap 给他，让他展现一下他的 rap 功，这样让大家更多人听到这样。嗯，可是我其实上会很紧张，因为飘向北方是王力宏原唱，王力宏跟黄明志合作。其实网络上还蛮多翻唱，因为他本身也有一个翻唱，然后有七个语言的飘向北方，然后也很多人看，所以我觉得他有他的风格啦，应该这样讲，跟其他人不一样。对，只是他应该试试看用不同语言，对。来 rap 一下，对啊，之后要不要合作一首歌这样？之后合作一首歌。这个 idea， 这个要想一下，看要唱什么，对，可能是孟加拉语。孟加拉语啊，应该是的啦。就几种语言的合唱啊。对、嗯、对， 对， 对，还不错。嗯。那今天心情感觉怎么样？若曦，你今天第一次在台湾开唱，心情觉得怎么样？其实我还蛮平静的，其实真的蛮平静的。然后就是我有一个。衰款，你们会听吗？就是每次要唱歌之前一定会生病，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这样子。可是我相信，即使是生病，我晚上还是会唱得很好的。你不要突然间倒下来这样。哦，对，不会，我有摄取足够的维他命 C。嗯。会不会担心歌迷的反应？就是可能。其实我觉得我一个人没有办法顾及那么多，我只要负责把我应该做好的做好就可以了。因为这次。有团队就是要他们来帮忙我去处理一些我没办法处理的事情，那我觉得他们都已经很尽心尽力，我只要负责把我自己的部分唱好就可以了。那音乐会最怕出什么错？是忘词呢，还是走音，还是什么？讲太多，因为有很多 talk set 嘛，然后我是那种一开始讲就讲不完的那种人，怕讲太多，然后时间太长。听说你今天晚上会特别唱一首歌，是不是？今天很多歌都是特别的。有首歌听说你会特别为一个人唱。哦，对啦，可是他现在不在，要讲吗？没关系，你先跟大家讲。哦 ，OK， 好，因为其实今天我有把爸爸妈妈从马来西亚接来台湾这样子，然后其实我昨天忙到晚上2点多，因为他们的班机 delay 了，所以是全家人第一次出国。第一次出国。所以。
就不会搭飞机，这个不会，那个也不会。然后来到台湾的家又不适应，就是上洗手间什么都不适应，然后我就要从很基本的开始教起。然后我一边又在担心说惨了，我又生病，然后明天不知道怎样。不过我觉得都会顺其自然的发生啦。那爸妈来现场不会更紧张吗？音乐会的时候？不会啊，其实是很期待这一天，所以不是紧张，是期待。是期待唱哪一首歌献给妈妈？会唱台语歌，因为我们其实从会唱妈妈最喜欢的《Get Out》，应该是大家都熟悉的歌吧？对，所以唱起来可能就更压力了一点。OK， 谢谢。谢谢。